吃饱了吗？嗯，吃饱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嗯，老板，我先上个厕所哈。哎呀，老板，马经理这都第几回了？一到买单他就跑。没事，听我的，你找服务员打包五个羊腿，六瓶茅台。不是，这不听我的。那好吧。你好，你打包的五个羊腿还有六瓶茅台打包好了，谁买下单？他买单。这位先生去厕所了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好。哎，你好，他一会儿回来的话，你让他把这个打包带走，好吧？行行，好嘞。好，谢谢啊。先生，还没给钱呢，买下单。不是他们买单吗？他们早走了。啊！去他！哎，先生，这多钱？你说吧。8600。不是多钱？8600啊！我吃什么就8600？这桌菜100，主要是他们还打包了五个烤羊腿，还有六瓶茅台。啊！给钱？那不是我打包的。哎，是不是想吃霸王餐？保安，快来！好，别，那我买，我买。来，上班。